站在墙外等你，期盼着你的回忆。我听见你的心跳，还有你的呼吸。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全新创作《墙外》，被外界解读为暗喻当今海峡两岸人民的处境，引发热议。而 MV 在金门取景，也让许多历史军事据点掀起讨论。跟着中央社的镜头，一起来看看金门的战地秘境。炮兵爆数，铿锵有力，让人看得目不转睛。位在金门东北方的狮山炮阵地，展示着823炮战立下战功的八寸流炮，搭配炮操表演，向游客演绎发射流程。狮山炮阵地又称为震动坑道，是现存唯一的坑道式榴弹炮阵地。坑道全长508公尺，内部的战备室、库房、炮弹室都开放参观。而军事迷另一个不可错过的景点，就是耸立在北山断崖上的波音墙。现在是由祖国的第一前线金门，非常的快乐，非常的幸福。我希望在大陆的同胞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一样的民主跟自由。一代歌后邓丽君用温柔嗓音朝着对岸广播，位在金门西北角的北山波音墙是战地时期新战喊话的前线，墙面设置48组大型喇叭，声音可以传播25公里的距离。沿着海岸线缓缓南行，沿途可见古宁头战役足迹。这一带曾是国军和中共解放军激烈的战场。海滩上一排排的鬼条寨，是当年为了防止共军登陆的防御性武器。安东一营区几年前经过翻修，如今已成为军事观光的重要景点。营区内墙上的壁画记录着国军抗战事迹。往龙口海滩继续前进，还能看到颇具特色的海防据点，充满着历史肃穆之气。黄明志为金门量身打造宣传歌曲，从歌词的弦外之音到 MV 场景都带来话题，助攻城市行销。中央社综合报道。